我真的很神奇。然后你说刚刚一直第一句话说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掉啊，傻瓜。本来今天就只是想来走走，因为我们住在旁边，而且今天不想拍摄。但是他们一直有戏，我也是无法。太棒了！如果你心想我儿子到哪里都不在，你看他多自在。他在干什么？这个是他活在他的世界。其实，然后在这里住一个月，他就每天在这里外面看。对，那我们就继续拍一些网美照。你刚刚镜头对着我，我们肯定在里面，但我们只是像珊瑚小石头一样的存在。你那个小屁蛋，我在拍你，不要挡。等待的无聊时光，看看这位妈妈在自拍了。我们也是可以当网美的嘛？那好吧，我们俩来当网美吧。网美不能随便网美，得帮你爬那个石头上，我帮你拍。我做这事很正常，但你上去就不一样。站在上面，然后看着远方，要多认真，因为我开心很大。这个是雷妈风 ，OK。这个啊，哇！哎，哇！还没删过，等我你删掉啦。说真的，我很爱孩子，是我真的非常没有办法忍受，就是生活空间被侵占的感觉。因为这是我们三 C 的地方，我也不睡正。我想说在这里剪片，在这干嘛？但是他们母子三人就觉得啊，反正小孩怎么弄都没关系啊。我的猫就完全不行，完全的不 care 这些三 C 的物品，在他们眼里这些都可以是玩具，所以我现在必须逃难。走，带你们走，不要怕，我保护你们。希望有一个空间是完全没有小孩沾染。我在想是我有没有问题啊？看到雷猫我就气消了。这男人真是，老婆，我正在发怒。来，我现在所有三 C 的东西我都躲在这边，就背后什么那个沙子，那个整个弄的我全部都是。我现在是洗完的，然后弄这样，我就在抒发我的感觉。来，你们什么感觉要抒发？说啊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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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啊。好，这样是吧？那就去买东西吃吧。大人最大。等一下，我先确认我的东西撤退完了没？我一定保你们平安的，好吗？没事的，交给我。我真的想请问所有有孩子的父母们或是爸爸们，太龟毛难相处，我有问题还是我们都会有类似的状况？是不是我真的不好相处？你看我是不是不好相处？留言给我，告诉我答案好吗？把孩子交给大海，一打二也变得很轻松。哇哈哈，我在拍广告。弟弟不需要你脚不痛吗？再次把孩子交。不可以！好啊，等我录完，看我怎么对付你们。把孩子交给安全的大海，就算是一打二，也会很轻松。来海边玩吧。你完蛋了，看我的厉害！哈扎，哈扎，好喝是不是？等一下。这也真蛮夸张的，我们只在水边玩，就一堆鱼游来游去。富山护鱼区护鱼护得非常好。我们现在在台东马街医院旁边的小停车场，因为呢，你妈她有先天的心脏病，她会心律不整，心跳过快，她通常是心情起伏比较大的时候会犯，但是最近当然心情都蛮好的，只是昨天她扛了一个工作，就是我们影片的字幕，然后她弄得很兴奋，到凌晨大概三点才睡吧，但早上还是六点就起来，所以她现在就有犯就去挂急诊，她感觉不舒服，她感觉很不舒服，我们先去买晚餐。来呀、啊，各位来评评理呀、啊！医生刚刚怎么说？医生刚的建议就是说，赶快去做点手术。然后你怎么说？我是说，我们就是稍微注意一下。注意什么？因为会发作，就是大概可以知道它的原因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去做？压力大、啊，摆着太累啊。所以你就是要保证以后都不压力大，不太累。不是，我真的很神奇。然后你说，刚刚医生第一句话说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掉啊，傻瓜。他担心各位没东西看，怕我们接下来就没有旅程了，我们可能要休息很多，因为他要开刀，可能就频道没内容。我说你别闹好不好？你当然是先把身体处理好。我们未来有很多地方要走，我们现在很幸运在台湾有医院，万一我们在深山里或者在群岛里又这样子。人红了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我知道今天那一篇大家都说我圈粉雷吗？我懂你的感觉，但是身体很不好，我可以去投靠我爸妈那，就是稍微妥了一阵子。每天我就讲故事给各位听，我就搞笑，就撑到你身体好再出发，好不好 ？OK， 其实就这样。觉得好可惜，就好像出不完的。切子，大家等着整天看我煮饭。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做心脏手术。没有啊，我当然